这是我们永春民间的传统艺术品，已经有1390多年的历史，它的来源要追溯到南北朝年代。 后族那些宫廷人员来永春避难，那文人他看到，柱边上面的这些不连贯的这个文字，是一种很有艺术性的东西啊，它有栩栩如生，它栩栩就是一种图像。 第一个特点，它是文盲艺术，因为我们通过辨识以后，它一般的图像。 显示出来，一般的图像被那个纬线折住埋在下面，所以出现了一个文盲效果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纸丝编织，那宣纸就非常的薄了，那你把它裁成纸丝更容易断，所以外国人看到我们用纸丝来编织，他感觉到不可思议。 永春纸质画还与杭州丝质画、苏州缂丝画、四川竹帘画并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家之。这种中国版的印象派画作是如何产生的呢？ 纸画一般采用熟宣作画，其绘画的结构与技法上和国画的规程无异，但运笔用墨和着色上却大有差别，要求画作的色彩要浓，层次分明，轮廓要突出，其有所违背而又有统一，遵循六法原则，多以色块大、颜色鲜艳、反差大的画作最为适宜制作。 画作编织后的色彩会比原画变淡许多，这样才能保证形成朦胧的美感。裁剪是纸质画中的一道重要的工序。裁剪前根据画的大小进行对折，先将画的首尾各留出2到3公分，以保持整幅画的整体，不至于散乱和错位。 然后用特制小刀在一块裁制板上，将画割成2厘米的细直条，保持平直，不能一头宽一头小。纸质画的编织要用到的特制编织机，模仿古代手工织布的方法，把一幅裁剪好的画放置在编织机上。 以画作为经线分两组，先把针梭上下交叉的穿过画作，再把经线同样大小的纸条作为纬线，将宣纸条从针梭洞中穿进去，拉动针梭，把宣纸条与经线交织起来，以此周而复始，慢慢循环编织。 经纬直线相互交错，由于是用纸进行编织，增加了织造的难度。编织时一不小心，容易造成丝线断裂，需浆糊将断指进行重新结合。编织完成一幅纸质画，最快也要3天，还要注意雾天、雨天等天气变化。 纸质画的裱背步骤与传统民间裱背大抵无异，但纸质画原画经裁剪编织后容易断裂，所以裱背脱画上板时更要加倍小心。